ゲイザーログイン。変身。インストール。イノベーション&コントロール。ゲイザー。假面骑士 Geese 第21集，故事一开始，在农场复活的麻雀和 Buffa 等一行人组成了要击败假面骑士的游击组织，目标是要拿到 DGP 的创世女神。不禁让人联想 Geese 的母亲是否就是那位创世女神呢？而中间 Geese 和节目制作人的饭局也透露，他们很有可能不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。难道后面会出现时间穿越的戏码吗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最后的最后，到头来我们都被编剧搞得团团转呀！正当大家以为 Lopo 就是玉小明星时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居然还可以再反转。竟然是 Nago， 不知道有没有人一开始就猜到玉小明星是 Nago 的呢？有的话，请务必在留言区告诉大家你的推测和看法哦。